根据媒体报道，锂电池重要原料负极材料整体表现供不应求，目前负极材料市场呈有价无市的局面。今年以来，负极材料石墨化加工报价大涨，近日负极材料石墨化加工费用为 2.2 万到 2.4 万元每吨，较年初最好涨幅超过 100%。 随着负极材料加工费用的上涨，后期负极材料有价格上行的可能。目前高端负极主流价格在6万元到8万元每吨左右，内蒙古石墨化产能占比高达 70%， 限电对石墨化工厂影响巨大。另外，北京冬奥会将影响500公里以内的石墨化产能，预估有10万吨无法正常生产，总计影响在13万吨左右。石墨化紧缺有望持续到2024年，且持续涨价，今年将突破历史高点。石墨化当前均价在 1.8 万左右，预计今年会突破 2.5 万元，涨幅高达 20%-30%， 成本无太大变化，石墨化产能盈利有望快速扩张，环比将提升一倍左右。